一段爱情中最重要的是情侣之间的沟通。 I saw you downtown today, a little gray around the temples, but still way better looking than okay. I heard you and your missus had gone your separate ways. 恋期过后总会遇到许多争执，一点点小事也不愿意与对方妥协。就像刚出炉的小泡芙，非常烫手，必须等待冷却后才能打入鲜奶油，成为一个完美的小泡芙。一缕争吵中的情侣，不妨静下心来听听对方的想法，好好的沟通了解对方，才能让感情更加稳定。我是娜娜小公主，我用烘焙写下属于我的爱情日记。哇哦，像世界真片，你旅居海外，行脚各地，用影像说故事，讲道理，写日记。你最自豪的 Vlog 在每日近3000万浏览人次的苹果网站投放，报酬优渥，重金奖励。作品请寄影创中心。